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11日签署第一号主席令。第一号主席令说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，任命李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。现在播送李强简历。李强，男，汉族，1959年7月生，浙江瑞安人。1976年7月参加工作，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，现任中共20届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、党组书记。快来订阅通识，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说的，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。